一般发球的时候都是可能相对来说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板型，因为这样更容易板型更侧一点。翻球的话，像一般如果是专业的话，有的因为他们练很多年，可能翻球会习惯性调到他们正常的板型，可能还是在于发完球这种快速这种换拍，还是在于发完球看发球的质量，再一个发球这种击球以后这种瞬间的这种手指和这种板的这种记忆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专业运动员在这方面常年累积，可能这种在记忆方面要比业余的可能更多一点吧。翻球一般就是这样的板型。一般都是以侧旋为主吧，一个是相对拱一点，一个是相对可能是软一点的。关键还是一个板型的控制，再一个可能击球点的位置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可能，如果拱的话，可能接触球底下一点，需要接兜住球的底部，然后往前掏；可能软一点的话，就有点接触球的正面的下部，可能相对就是控制。发球还是可能手啊手指用力更多一点吧，重心还是有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往下压，可能再加上手啊手指在接触球的时候瞬间有一个摩擦才可以吃住球吧。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发球技术。业余爱好者学习这个发球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重心，就是说发球之前重心要压在前脚上，马龙这一点做得非常好，而且随后的动作重心的帮助都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可以看他发球结束的动作，明显的有一个前送和缓冲，这样呢，就保证了出球的弧线和质量。发长球一般一个是隐蔽性，再一个可能如果要想这种发的比较快比较急，还是低跳要离自己近一点，到对方的球才会长。
发长球我觉得还是手腕手指相对少一点，身体更多一点吧。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发这个球重心的作用非常重要，触球的时候前后感非常强烈。马龙主要是最大的优点是体现在第一，它的击球点距台面近；第二，它的发力集中；第三，它这个发力不单单是靠手臂，主要是靠重心的从后脚到前脚的这个移动和发球之后的这个制动，这是用腰和腿膝盖一起完成的。相对没有正手发球隐蔽性大了，主要还是以这种能够稳定为主，不一定是非要上左冲的。站中间相对来说更稳定一点，正反手都可以上手，没有那么多空档嘛。主要还是以这种侧旋为主吧，可能一般我都是侧向会多一点嘛。我反手发球就是不像正手发球重心能够压下来，包括摩擦球能够摩擦得住，这样一般能够摩擦住的球才会最有数吧，而且它的旋转也会更强一点。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马龙的这套发球技术有几个特点，第一，他站位是接近于中线位置，这是因为马龙的正反手发球之后的抢攻能力都非常强，所以他敢于把自己的站位调整到靠近中线。第二，马龙的这套发球并不是过多的强调旋转，主要是发的要轻短。为什么要发出手要轻，主要是为了对方不容易借力，短是让对方不容易上手。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发这个球双手的协调配合很重要，一般情况而言应该是持拍手先摆动，然后利用双脚和腰重心的交换来辅助你把球发得轻和短。
的球板握法是这样，一般正手是这样，反手可能会偏过来一点。因为相对来说我是可能握板偏反手一点，所以虎口可能要过一些球板。如果偏正手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握板会多一点，虎口比较正。正手的话以食指为主吧，可能大拇指还是以放松为主。然后可能拉球的时候，一个是这面和食指用力会比较多一点，主要还是手腕跟手指可能会多一点，然后手指主要还是食指吧，食指会以顶着这个攀板头位板底下为主。因为撞打的话不需要那么多摩擦，所以关键还是要击球击实一点，然后人这种在接触球的时候还是要能够稳定吧。人打的话不需要太多的多余动作，一个动作的稳定，然后击球的这种实抓力，它主要还是以腰为主，然后重腰带着这种手，腰带着手去抓力。可能打的话不需要太多手腕手指什么，就重心带着胳膊打，脚稍微斜一点，就是右脚再，如果右手的话，右脚稍微再靠一点，然后半转腰，然后去这种转腰，然后打。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马龙在处理这个技术的时候做得好的有以下两点：进台的时候他是先推后收，几乎收前位的痕迹看不见，他推的感觉很强烈，这主要是为了现在应付弧圈球。等到他退到中进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大臂是有往前跟送的感觉，这是在重心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动作。这两个不同距离的正手击球，击球时间是不大一样的，在近台的时候往往是最高点，退到中近台的时候可以允许大家在回落前期击球。反手是 大拇指为主，因为这面可能要顶着这个板，所以不容易这样，所以反手可能是这样，这样打的话可能大拇指一般都习惯性可能会翘一点嘛。我相对来说以左右为主的话，可能来回相持当中这种转换，可能换板的话会小一点，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平均嘛，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在这种相持当中，这种球板正反手这种转换上要快一点。
反手相对来说还是身体可能不像正手转动那么大，反手还是相对固定一点，然后以这种胳膊为主吧，胳膊再一点手腕，反手相对腰的发力少一点，然后主要以胳膊和手腕为主，手腕这种为主吧，所以相对他这种稳定性我觉得不如正手，但可能他这种我觉得他这种突然性可能要比正手要强点，因为他有个手腕动的有个突然性。练习这个技术的时候，希望大家把板型打开，撞击多一点，这样容易建立手感，而且速度快，容易以后练出发力的感觉。首先要做的就是看见球要有充分的向后引拍的动作，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把龙向后方引拍的时候，他的手指手腕控制自己的拍型，有一个手腕内收的动作。一般人可能会交替的比较多，他就是正手和反手，他们一般握板的话可能不太一样，特别是偏正手的人可能正反手交换的更大，可能相对来说我可能相对换的比不是很大，但也会有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稍微微调一下，可能微调的时候就手掌可能会自然的这种会放松，然后自然这种再一握的时候可能就是到那个习惯那个位置上，也没有特别的位置吧，可能每个人打球都有这种习惯，可能一拉完可能会放松一下，再一拿可能时候就自然而然到那个位置上了。从反手到正手可能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微调，正手到反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顺一点。往后一点，就是脚稍微往后后一点，反手可能点更早一点，这样正手拉的话能够放下来，能够节奏更好一点，反手是以速度为主吧，人要能够绷住劲儿吧，腰特别是主要是核心力量，像腰腹啊这种主要还是能够绷着，这样就正反手这种转换这种才能够快了，如果可能腰要散的话放松的话可能就会慢。反手的板型大概都是差不了太多，主要还是一个节奏和点嘛，击球点可能如果是防对方下面球的话，点一定要还是要能够提前一点快一点，横板一般都在这方面可能都会练一点，因为是看家嘛，可能主要还是能够多去练，多练可能还是好一点。像我的防守可能攻击力不是很大，但稳定性还可以，主要还是以中贴呀，或者是这种推呀，这样会多一点嘛。上旋球因为它旋转没有那么强，有的时候会去反思，可能下旋旋转强，一般面对旋转强的时候才会去贴呀、尾翼这样。
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反手摆速技术。马龙正反手的动作做得非常完整，每个动作都交代得非常干净。从侧面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马龙在打完反手之后，他的左脚有一个在地上小垫一下的，这其实就已经是他准备采用并步跨到正手进行正手攻球的一个步伐雏形。上短球，自身先颠一下，然后会去上右脚，一般性去推。我们一般推都是以这种高点和这种上升点为主，像这样的话能够接到对方一些旋转，但还是要能够判断对方的这种对方的旋转。我们一般推完以后看位置吧，可能如果侧身位有的时候就会习惯性这种推完或侧身这种带，或者是如果正手位可能就会推完反手接下来衔接。相对现在这种上传球能力大家都在提高，所以关键现在这种地板推可能推死的话还是难度比较大。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马凯旋。马龙上步采取的是两步上一步下。两步上的概念就是他在判断出对方出球的基本落点之后，左脚先垫一步，右脚要一步到位，取位准确以后，右脚在台下踩实再上手击球，这样出去的球是有质量的。
翻条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一个是这种反形，反形一般都是可能直接跳比较多，翻条可能带一点这种晃，但它这种相对危险也是有一些危险性，还是有的人可能翻的时候可能会收的比较慢，它可能会出界比较多，节奏还是要能够把握住吧。首先能够考虑好这个球的点，然后人重心能够低下来，预判对方来球以后，这种手腕这下要能够翻得快一点，在能够托起球的情况下能够翻得快一点，但还是首先要像搓的动作能够搓到球的底部然后再翻。其实翻挑的话它挑的技术还是相对比较多吧，可能侧上侧下包括有的时候转不转可能都可以跳。我觉得翻挑一个是它的这种有一些晃动，还是这种给对方这种节奏会带来一些干扰，直接挑呢可能它这种可能力量会大一点，但它我觉得有的时候翻挑它这种稳定性有的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它采用的上步步法是和正手一样，就是左脚垫，右脚上，重心支撑之后下手击球，板型打得要非常开，甚至有时候要适当的后仰了，但是这对运动员手指、手腕、手背共同挥动和发力要求非常高，打这个球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击球是打球的最高点。弧线关键还是一个向上然后再向前的这个动作，不能光向上往，还是要能够在接触球吃住的感觉上然后再往前拉，如果吃住的话可能拉短的话拉越短越好，直线的话可能点就更需要放慢，如果快的话肯定拉不到直线，放慢以后板型再能够打开一点就能够拉到直线了。
一般接发球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会颠一下，然后有一个启动，重心要能够低吧。到正手位小三角的时候，重心要能够低下来，然后这个球不需要快，其实越慢越好，关键还是能够摩擦入球。如果扳台的话，还是要能够，首先要能够放慢，这球放慢才有足够时间去摩擦，再加上可能有的时候，板型要能控制好，板型不能特别压，太压的话可能就相对摩擦的不够深，但太亮的话有的时候就容易翻，也不好摩擦，关键还是板型要能够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度。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位拉出台下旋球。在重心落到自己的右脚上的时候，引拍时肩要下沉，前臂要充分的往下摆动，要给球和拍子之间拉大工作距离，因为是拉的回落点，所以说触球的部位应该是水平中心线的偏下。这个球要求右脚要踩住，发力要集中，旋转要强烈。其实其他球都一样，能够去预判，然后进行启动一下，重心还是比较重要吧。能够过去以后，还是摩擦能够吃实。拧的话，一般如果到中间正手位的话，就是能够脚底先到位，然后再出手。重心主要还是以脚底下为主。拧，手要离身体相对近一点，不要太远，不要够着拧，离身体近一点会感觉摩擦球会更好一点。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位台内拧拉。他所采用的步伐，左脚垫，右脚上，肘部要向外支撑住，手腕在自己的拇指食指带动下一定有一个向内的内旋动作，而且这个动作要做得很充分。发力的时候主要是用拇指的内侧、手腕和手背一起向同一方向挥动，前背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首先你得有个好发球吧，能够发出一些威胁。其次就是正手还是要能够有一些空间，有的时候没空间，你有速度有落点其实也是一样的，不需要每个人全去这种发大力去冲。发完球以后，人首先重心上能够调整是一个用正手进攻这种一个角度吧，能够预判对手的这种来球，然后再去进攻。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发球抢攻，马龙的第二本抢攻力量很大，旋转很强，原因就在于他第二次启动用侧身步法的时候，他的重心很低，这就保证了他这版正手的弧圈能够力量大，旋转强。阿伦斯的话，一个是拉可能相对引手相对要大一点，然后会低一点，可能斯的话要是速度要更快一点，然后手会高一点，下旋会有一个向上向前的力量，上旋可能直接就是往前撕就可以了。一方面多练，然后再加上那个对球的预判，有的球长短啊轻重都不一样，所以脚底下还要能够调节好，虽然都是定点，但这种脚底下对每个球的节奏还要不一样的。第一板拉的时候，板型打得比较开，摩擦得比较充分。第二板速度明显快于，节奏明显快于第一板。在迎球发力的时候，板型适当前倾，借力中发力，它的发力的用力方向和手腕手指的用力的集中做得非常充分。拉第一板球的时候，身体重心比较低，甚至包借助腿的动作向上蹬的感觉比较多，这是为了发出更大的力，把球拉得更转。但是第二板借力中的发力，拉这板球的时候，马龙的身体位置明显高于第一板。
持续送分嘛，要能够这种，就算正好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看球，然后就有一些注意力会在反手，你不可能正好拉中心注意力全在正手，然后做一些准备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就对球的预判，脚底下能够到位。但如果在对拉的时候有一些空间的时候，反手可以稍微引一点手，然后转一点腰，像其实跟正手动作其实差不多吧，都会有一点转腰。正手挥发球有的时候，要能够拉，就在对拉的时候要能够拉长拉高一点，就像正手对拉的时候要能够吃住，能在节奏上不需要像在近台那么快，可以稍微适当的放慢一点。站位，两肩的位置要比在近台要宽，而且纵向感明显要强于在近台的时候。在对方把球拉到自己的反手之后，正是由于他碎步调整的好，重心交换的充分，所以说他反手引拍也是非常充分的，尤其是他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左脚适当后撤，给引拍和发力留下了更充分的空间，这点是需要大家学习和注意的。
般杀高球的时候，人其实看着回球是慢，但这种脚下都是一直在预备的，都是在颠的，然后判断球的高低啊。还是要最好能够球在球的自己离球正面吧，还是不要去这种比如说离太近或者太远，关键还是能够正对着球会好一点，然后能够重心要能够压下去，包括手要能够抬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打高球不好是手可能没有抬起来，没有打到球的上部分。下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正手扣高球技术，一定要预判预动，引拍要充分。扣高球的击球点一般是在自己持拍手的头部的右斜前方，手臂几乎要伸直的那个点上，而且扣杀的时候要讲究从后向前的感觉要多，在预判和持拍手引拍的同时，甚至引拍之前，非持拍手要对来球方向伸出再引拍，这样的话对保持身体的平衡和更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力量会有非常大的帮助。